引导我们命运的思想何其纤细，只有真正的牺牲者才能理解。在我们的阿兹卡罕特王国里，没有人比奈菲瑞斯女王更了解这种牺牲。她是我的母亲，当黑暗帝国前来征召我们，援助他们在麦奥罗萨的最后抵抗时，我明白了这一点。我的母亲拒绝了他们，因为这一次背叛，你的血脉将会自行断绝，这个王国将会随着你意志的衰弱而走向灭亡。他的力量在那一天定义了我们，就在那一刻，我们感觉到自己注定会成就伟大事业。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，我们的伟大变得黯淡无光。看看外头的那些族人，他们受苦挨饿。我可没有对人民的痛苦视若无睹，但我相信美好的日子迟早会来。如果你一直无法把握当下的话，就不可能。你解放了我们的未来，却任由我们被埋葬在过去，这么做有什么意义？你的理解太片面了，在你有资格成为女王之前，你还有很多事要学习。母亲大人，母亲大人，凡苏瑞克，你能看到吗？伟大的女王，你在梦境里听见了我的声音。先驱者。是的，我来自那个曾经的帝国，但上古之神已死，帝国沦为灰烬，而你的王国笼罩着一股暗影。不过，上古之神的血液可以让你的人民再次强大，你的统治将会永久持续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握住我的手。你的话语很诱人，但付出的代价太高，我绝不会为了这种力量让我的王国冒险。母亲大人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哦，亲爱的，只是一些幽魂，就和往常一样，他们是我的现成顾问。我不后悔我说过的话，我只是希望让我们的人民变得再次伟大。伟大的东西转瞬即逝，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忍耐。孩子，你的时刻早晚会来，但只有在你，你做什么？你不是唯一能看到幽魂的人，母亲大人。太可惜了。这名女王充满智慧，但却对命运的呼唤视而不见。是你？她的名字是萨拉塔斯。母亲大人，你本来有机会的，有了这份力量，阿兹卡罕特的未来无可限量。我们会崛起，我们要征服，让我们一起共同迎接我们注定的命运。安苏瑞克女王万岁。收集物资，行军出征，我完全没消息。
这绝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的，但却没有人来知会我一声，这确实是个不好的兆头。走私在城里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，但在狂暴乌鸢，那真是不寻常又令人……我要知道他们把胆汁拿去哪里，为什么这么做，还有是要给谁的？你看到了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以朱思成来说，绝对是疑点重重。刚晋升的虫族通常会在会影市集奔走，他们都去哪里了？呸！黑血，别碰到那东西。能在这里找到我一点都不意外，但我不喜欢他们把黑血搬来搬去的。从转化场新鲜出炉，身上还流着脓液，他们要在这些晋升者搞清楚状况之前就把他们送去前线。别再逗留，在身上喷点这玩意儿，就没人会怀疑你为何会在转化场。我们进来了，快点完成目的，然后在被抓住之前离开吧。我亲爱的莉莉安，那样有什么乐趣呢？这是种非常危险的不稳定配方，有意思。我在想，他们是不是拿这个去喂外面的那头大怪？我们的实验不能被异族人看到。这些实验可以追溯到奈菲瑞斯的统治期，安苏瑞克已经对此烦恼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的刀刃永远锋利。看看丝线把谁带来了。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知道那东西会做出什么。那东西是我的女王，我不会让她被困在这里。你的晋升仪式已经完成。快走啊！他一眨眼就夺走了伊特西的心智。如果他能对晋升者这么做，不，照你所说，他只剩下空壳罢了。要是他们能直接杀死他就好了。你错了。是吗？一头怪物竟会对其他怪物心生怜悯？真正的死亡才是故事的结束，在这之前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。勇士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得向上层报告。准备总结一下已知情报吗？该快速汇报一下现况了。有一台完整保留下来的战争魔像，要是能重新启动，就能派他去对付那个驾驶巨大机甲的哥布林。我们得让水力发电坝恢复运作，为深炉魔像厂提供能源。问题是，有些被孤立的狗头人在那里拾荒，要小心一点。没有隐脉的材料，没办法建造战争魔像。积极的电弧焊接器应该能修理设施的设备。如果你有更多疑问，勇士，我跟吉吉先去水力发电坝等你。看
样子，你应该带更大的朋友过来。你猜如何？我们的确有带。吉吉，上！设施重新启动，战争魔像开始活动，产线也恢复了。小队打包闪人，我知道何时该撤。艾兰里亚，卡德加，这不是真正的战斗。黑血团团包围我们，图兰扬，我得走了。什么？但战局就要逆转了。我们中了萨拉塔斯的计，但我知道他在哪里，我去阻止他。我愿意和你去。我知道你愿意，但你应该待在这里。不要你相信我。我们会陪着他，一定要回来。我向来如此。在这压抑的黑暗中，我几乎看不到飞船烈焰以外的东西。在我的心中存在着火焰，那是黑暗中的信标。萨拉塔斯就在这里，我感觉得到他。我们必须快点，但首先我们得找个方法照亮道路。你们凡人是这世上怒火最旺盛的生物，我见过你们征服世界，推翻众神，就连死者的国度都无法困住你们。你们对暴力的渴望简直无穷无尽。你诱骗我们过来，和那幽虫族互相厮杀，这都是为了滋养黑血的力量，我的力量。你休想得逞！你的决心令我佩服，但我从无数古老帝国的灰烬中重生，我活过你无法想象的考验，你杀不了我的。我瞄准的不是你。这依然改变不了结局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做得很好，我就知道你能阻止他。撑住啊，卡德加，不要放弃。
啊。高兴这里因为我们而变得不同，只不过我还是能听到璀璨之歌在我的心中回荡。他为什么引导我们来这里？只是为了对付萨拉塔斯吗？还是有什么更巨大的事件在酝酿？我已经习惯来自远大意志的召唤了，不过这次不太一样。我只希望我们已经做好准备。你再次找到你的圣光了，算是吧，更像是我不再逃离他。在我父亲过世之前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我，他说我必须为了和平而战。我以为我必须变成他，因为这个世界还需要他，因为我还需要他。但拿起他的剑却只带来战争和死亡。我一次又一次犯错，我觉得很无力。瓦里安·乌瑞恩是位勇猛且磊落的战士，我敬重他的实力，但是安杜因，你有自己的优势，比剑还要更强大。我不是我父亲，但他从未期望我是，所以他才写了那封信，提醒我认清自我。那是他最后教我的东西，也是最棒的礼物。